往右边看一下。刚才你有看。好，我们往中间看。哦，阿公，坐坐坐坐坐，第四段的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大哥，后面给你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还不好意思，麻烦你。对对对对，是吧？麻烦你。不用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这是要那个，那表面金牌。我们的光荣的国家的宝贝，上次我去做一个看他的时候，他的教练就是直接讲他不是说很有经验，其实他很有经验。当初选择做这个举重选手，爸爸也很挣扎，很一开始。必然会家中唯一的女儿。啊，对对对，一定会对。但是让他觉得，他有兴趣啊，鼓励他们发展兴趣，但是要让他没有父母觉得他们有后顾之忧了，对吧？这个比较重要。我们当初啊，是当这个国家级的面对的，要办当然要办好的，就是我请上次我们来把整个评估一下，然后也看看。原则上是应该尽量让我们的运动员在最好的地方去发挥了，而且他要得到最好的资源照顾了，这个一起来。他还有，我们还。